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左律师啊？最近开会的时候，我发现左律师总是盯着你看。上一个被他这么盯着的同事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已经被开除了。这是在聊什么呢？翟欣姐早啊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早，我正好也有事要找你。左仁出外勤去了，那个案子有点棘手，你去帮帮他吧。是啊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律所也没人比你更合适。外勤的地址我发你手机上，收拾收拾快去吧。怎么了？从刚刚开始你就一直在发呆。没必要勉强自己，工作的目的是让自己成长，而不是把自己当成工具。不用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我知道是翟星让你来的吧。他总做一些没什么，进去吧。欢迎光临，两位是打算给孩子买礼物吗？对，有什么推荐的玩具吗？您的孩子几岁了？不同的年龄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。九岁。我还以为是新婚小夫妻呢，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您太太保养的可真好。麻烦先帮我挑一下礼物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你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开车。啊，反驳什么？和无关紧要的人没必要解释太多，否则会招来更多的追问。冒犯到你的话，抱歉。我们具体要去哪里，翟星没有告诉你。啊，我今天要去一趟福利院。
他原本和我无关，但这是我老师接手的最后一件案子。前台有好大一捧玫瑰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哎呦，那是苏哥给咱们美艳动人的宅心姐送的花，每逢周五就有这么一出，我们都吃狗粮吃习惯了。快回去工作，就你们话多。对了，左然出外勤去了，这月重点的案件资料我会放他桌上。下午我有事不在律所，一会儿你们要是看到左然回来，记得提醒他看一下哈。知道了，没问题。这是。左然啊左然，之前还和我嘴硬，结果还不是在乖乖看这本书。唉，我这个做学姐的也只能帮到这份上了，都想办法让人家和你一起出去了，希望你自己也能争口气把握机会。不然等老师再问起你女朋友的事，可别指望我再帮你一起搪塞。到了，我有事要先去找院长谈一谈。你去吧，谢谢。小林阿姨，你来看我了。
是啊，看你在和其他人玩，就没有出声叫你。最近过得开心吗，乐乐？嗯。小林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呀？我们可是拉过钩的。这……乐乐，小林阿姨暂时还没办法带你走，你要不……小林阿姨是骗子，明明说好带我回家的，大骗子！请进。好了，不要哭，乐乐是个坚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嗯，乐乐，女孩子呢更要坚强，不能轻易流泪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能过于依赖别人。嗯，去玩吧。真是麻烦你了，左律师。啊，不用客气，是我该谢谢院长您才对。乐乐的事也要拜托你了，这孩子和他……哎，嗯，我知道，乐乐他需要更好的生活环境，我会处理妥当的。那今天我就不打扰了，我们走吧。你在说谁？这家福利院是重新建起来的，它的前身被人刻意抹黑过。嗯，对方说这里的老师和院长虐待孩子，将孩子们视为赚钱的工具，还将伪造的聊天记录以及大量模糊处理的图片公开发布到网络上，引起了大众的关注。最后是我的老师帮当时的院长打赢了官司，让恶意重伤造谣的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之后老师就一直为这里提供法律援助，而院长就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。
我知道找到他的可能性不大，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放弃。老师和我的父母很熟，小时候他经常来看我。不仅如此，他也是我法学道路上的真正启蒙者。他没有什么别的亲人，对我视如己出。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，如果连我也放弃了，还有谁会继续坚持呢？这是他以前负责的地方，作为他的学生，我要为他尽到这份责任。不用和我道歉，先回律所吧，把工作处理完。我找到了当时的案件资料，你可以看看。乐乐一直很依恋薛小林，薛小林也想领养乐乐。之前他咨询过我的老师，领养相关的法律文书该如何准备。当时是我帮忙将一切安排妥当，就等手续办下来。但薛小林贴在福利院的员工照被故意抹黑福利院的人拍了下来，他的照片被公开发布在网络上，再加上对方放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聊天记录，看上去证据确凿。虽然有知情者站出来替福利院和薛小林发声，但那些被舆论引导的愤怒网民根本不会听人辩白。他们人肉搜索了薛小林，来自各方的压力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。对，虽然他的病情在真相大白后就得到了缓解，现在更是已经完全治愈，但是从领养的法律手续上来说，他的情况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。况且福利院的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更好的生活。院长把这件事托付给了我，而你是我这一次的工作搭档。你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？以薛小林现在的家庭条件，乐乐的生活未必会比在福利院过得更好。这也是薛小林自己犹豫不决的原因。无法领养是一方面，生活条件是另一方面。乐乐应该去条件更好的家庭，这样，至少他的未来会少很多麻烦。我刚刚说的话听上去或许有些功利，但站在对乐乐未来人生负责的立场上，希望你不要急着反驳我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我们是应该听听乐乐自己的想法。我的观点永远都不代表绝对的对错，也没有人是绝对正确和全面的。所以你能站在和我不同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，并且做出补充是很好的。我希望你能在任何时候都做你自己。
早啊。啊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没想到我今天会这么早来。翟星，有什么事啊？不是工作上的事，上周六我和老师见了一面，他让我替他催催你。哎，你别走啊。无非就是成家的事，下次我妈再找你，你就推掉好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哼，你要是能解决，至于单身到现在？哎，我看那谁就不错，你不是也选了他做搭档吗？应该很中意他吧。哦，对了，这本书给你。恋爱心理学导论及实操方法，你还看这个？是苏子毅在看。我们不是订婚小半年了吗？他倒变得比谈恋爱的时候还患得患失，真是搞不懂。我看这书对你比较有用，就从他那儿拿过来给你了。不用了，比起操心我的事，不如多关心一下你的高级律师考试吧。哎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天赋异禀吗？算了，反正输给你，自己想办法脱单吧。当你意识到对方和自己互补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，那么就不要犹豫，试着迈出那一步。约会、冒险，只要是能够加深你们关系的，都可以。相信这本书上写的东西，我真是够了。没有新的工作安排，我只是来提醒你，做好帮薛小林处理领养手续的相关准备。如果乐乐坚持要和薛小林在一起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证明，这次的领养没有风险。嗯，做得不错。的确很有进步，而且你很有天分，也很上进。我会继续关注你的，但我不会一直指点你，因为你要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人，即使有一天离开特密斯，也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当你开始下意识地对着能够代表对方的东西发呆，就证明你是真的在意对方。也许你还在犹豫，还在思索，为什么书里写的内容这么反复无常，明明之前还在鼓励你不要犹豫迈出那一步。可是当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这么反复无常。不用去律所了，我们今天直接去福利院。走吧，上车。你在车里等我一下。工作要劳逸结合，如果整个人很疲惫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全情投入在案件中的。那，趁热喝吧，这种水洗叶加的豆子冷了以后风味会变差。如果喝完咖啡之后还是觉得困的话，就在车里休息一会儿，到了福利院我再叫你。你们也来了呀，今天是领养日，他们都是过来看孩子的。啊，我们来看乐乐。福利院能走到现在，多亏了聂律师啊。老师做过的贡献，没有人能够抹杀。院长，方便去办公室谈谈吗？乐乐这孩子，不管和他说什么，都不愿意和我们走。这两位是给我们福利院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，他们也会在场，你们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我们还是先过去吧。进了办公室再说吧，他也来了。
院长，是不是乐乐还不肯走？不管我们说什么，他都不肯答应。我们知道，乐乐他最喜欢你。本来我们也不会想着带他走。但是出了那件事以后，你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带他离开了。我明白，我知道你们现在也很为难。还是我亲自去和乐乐说吧。左然律师，薛小林女士，可以告诉我，你准备和乐乐说些什么吗？我会直接告诉他，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他现在最好的选择，就是跟着这对夫妇走。我以后会常去看他的。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乐乐他自己的想法？他自己的想法，这以薛小林现在的家庭条件，乐乐的生活未必会比在福利院过得更好，这也是薛小林自己犹豫不决的原因。无法领养是一方面，生活条件是另一方面。乐乐应该去条件更好的家庭，这样至少他的未来会少很多麻烦。我刚刚说的话听上去或许有些功利，但站在对乐乐未来人生负责的立场上，希望你不要急着反驳我。所有人都希望这些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能够得到幸福，但有人告诉我说，大人替孩子们做出的决定有时并不会带来幸福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问问孩子本人的意愿。未来是他自己的，应该由他自己来做出这个决定。我认得你，漂亮姐姐，你是上次和左然哥哥一起来的吧？你也要劝我和那对叔叔阿姨一起走吗？我不想和他们走，我只想和小林阿姨回家。我在福利院长大，从我记事起就是小林阿姨在照顾我，是小林阿姨说会带我回去，给我一个真正的家。后来福利院出了事，小林阿姨走了，虽然福利院又重新建起来了，但我总觉得有很多东西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小林阿姨想让我和别的叔叔阿姨走，我知道她是担心自己没办法给我买新衣服，买我想要的娃娃。可是我不在乎有没有漂亮的新衣服穿，有没有可爱的娃娃玩，我只想和小林阿姨在一起。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吧？在福利院里，被领养、被带走，就是最幸福的事了。也从来没有人对来领养自己的叔叔阿姨有意见，
那些比我成熟的大孩子们也没有。那我们拉钩，说谎的人是小狗。小林阿姨，我不想和你分开，有没有新衣服和新娃娃我都不在乎。两位律师，我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带乐乐回家吗？不是很大概率，而是一定的。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也是多亏了你和左然律师，我才能带乐乐回家。左然律师他也不愧是聂秋律师的学生，都是一样的好心肠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下次我再带乐乐来。漂亮姐姐再见，左然哥哥再见。我父母工作比较忙，以前都是老师在照顾。这次的事本来我打算自己处理，不过也多亏了有你的提醒和帮忙，才能让乐乐自己做出选择。这几天辛苦你了，下午就回去休息吧，不用上班了。老师在离开前来过这里，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？聂律师只是过来看了看孩子们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那他来看孩子们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什么，或者是留下什么？没有。他来的那天，只是在院子里看着孩子们玩闹，然后和我聊了一会儿。他说孩子们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羡慕，他自己也想重回童年。
就只有这些吗？嗯，就只有这些了。祖然律师，你也不要太过强求。还是没有头绪。你还没走？天色已经不早了，你一个人回去的话不太安全，走吧，我开车送你。你喜欢什么花？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晚安，好好休息。你喜欢什么花？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养花啦？哟，波斯菊，我记得花语是怜取眼前人。这是哪个暗恋你的人送的呀？是吗？哎呀，那可真没劲，还以为能见证一场恋情的诞生呢。行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你和你的恋人相处了，好好加油，还有几个重要的案子要分给你。你办公室里不是有咖啡机吗？怎么突然跑到外面的茶水间来了？都送了，干嘛不直接去问喜欢不喜欢，偷偷摸摸躲在这里看人家反应。哎，你是高中生吗？
喜欢就好。算了，这本书说不定真的有用，以后有空再看看吧。